因为我们感觉到这个时代在发展，二十一世纪呢的竞争是一个人才的竞争，这个知识经济的这个时代，那么学校是培养人才的这个摇篮，那么我们基础教育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应该担负什么样的责任呢？应该怎么样培养出在信息社会具有竞争力的人才，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呢？我们觉得在信息社会里面，教育应该有一场革命，而且这场革命我们觉得应该发生在我们罗湖。可能有点遥远吧，我想做中国的女的比尔盖茨。为什么去不更大国际计划？结合欧美，建设国际太空站。还有没有别的同学能够找到更好？好，有一个毫无疑问，我想做一名黑客，因为做黑客，也就是现代社会的罗密欧吧。内容相结合来做出我们新的作品。光和色是两回事，色混在一起就变成黑色了。他的这张呢是以绿色的底为主的，啊，流畅，流畅，为什么很流畅？